结敌。一年的岁，一年的三，怎解敌力没家园，寒富家传民怨心一寻，搜闯东北敌意虎生变。张飞表发出神经好今天，桃园结义一起全球，中医张飞十人称赞，文昭神医阴阳四海天下传。岳飞搜出前后出师表，苏轼登板桥，颜真卿黄巾天，碑刻字画千古顶天。汉时称大孤军在，嘿嘿嘿，好气派！树立云顶，十里张桥入魔盘，入魔盘。还有那登云梯，标志刘成云中川。1975步，天下皆观。美联国际登梯节是一大亮点，云梯顶上拿着牌坊分外耀眼，恰是那南天门直通啊云那天。文武院是一处景观，处处是经典。文昌宫、山西建楼、南巡门，嘿嘿，颇颇民族密布其间。龙脊岭生态文化长廊，巨龙盘旋，双金寨、高祖国、厦门市、三贤祠，众多历史人文景观风流尽显。黄土绿道、月光草坪、水上公园、阳光沙滩，张张旅游新名片，看也看不完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得我张飞眼花缭乱。云阳这样美，那外地游客啷个去呀？请听，到云阳水陆空交通四通八达，坐飞机乘高铁一溜烟就到达，游长江坐轮船游哉落哉就龙达，游哉落哉谁九龙大呀，荷花老海棠一呀嘿。云阳美景让我们流连忘返，三弟你拿什么来款待我们呢？二位哥哥两边站，带三弟用对联把云阳的美食夸一番。哦，这上联呢？羊杂碎儿，羊脚筋儿，羊扣碗儿，真得趴。盘龙烤全羊，吃得口水一大。那下联呢？龙岗茶，牛肉干，羊菊花，五天麻，三两杜公酒，喝得你二麻麻。还有韩佩，云阳美食名扬天下。哦哦哦！